呀，这么多好吃的，怎么卖的？一块钱俩的，五块钱仨，三块钱四个。那给我先来十块钱的，十块钱给你十一个吧，自个儿拿吧。好嘞，先来一个唐僧肉，再来一个无花果，再来一个棒丝，再来一个酒鬼，再来一个火爆鸡精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小滑头，再来一个一根葱，再来一个冰糖葫芦，再来一个臭干子，最后再拿一个葫芦丝。哎，二狗子，你可别多拿了呀！哎呀，胖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怎么会多拿呢？走了啊！哎，我怎么感觉二狗子拿多了？你没看见他拿多少袋了吗？一共多少钱？一共二十八。记得。记不了。咋了就记不了？人家隔壁小卖部都能记，你这记不了？隔壁王寡妇家你经常去，我们家你就不经常来。行，这袋子结实吗？结实。你再给我套个袋子，我这里面装着饮料呢，等下回去路上掉了怎么办？掉不了，我这袋子多结实。那我要是小跑呢？跑，使劲跑，不会掉的，没事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哎，你还没给钱呢。是胖爷说让我跑的，又不是我自己要跑的。快呀，给我拿一个红花护花护。啥？红花护发素。对呀，这叫风花护发素。哎呀，也难怪，这太难念了。十个人出来，有九个人念不成。嘿，你瞧不起谁呢？我要念成怎么办？看好啊，风花护发素，你要能连念三遍，这瓶护发素我不要钱，送给你。不许反悔啊！一言既出。什么？哦，马南春。风花护发。错了，再来。风花错了。红花出来过，哎，你刚才要买什么来着？啊，是我刚才要买什么来着？哦，我要瓶蜂蜜。好嘞，十块。给十块。风花护发素能连说三遍的，评论区告诉我。新到的大惊喜，这两张大奖可不能让他们抽走了，我得先藏起来。浩林，哎，我抽一块大惊喜。五毛一次，一块钱两次，自己抽吧。再给我拿瓶小香槟。好嘞。哎，你看中奖没有啊？你愣着干嘛呢？哦，够够够够够，两块。啊？够，五块。五块怎么了？给钱呀！你共中了七块，一小香槟三块，我再找你五块。嘿，今天又赚大发了，那我走了啊！不可能呀，明明我把大奖都拿出来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西瓜泡泡糖搞的，两袋酸妞搞里头，鸡公丹搞里头，哇，味道一定不错。哎，我还是让二狗子试喝一下，好喝不好喝吧？二狗子，干嘛？来，给你喝个好喝的。好喝的。这
什么饮料这么好喝？是我喝一口，我喝一口。你骗人！你也知道难喝，你自己做的你不知道啊？你里面都放了些什么东西啊？忘了忘了，我待会儿啥往里边放啥啊？你们知道趴都往里放啥了吗？哎，我们又是谁呀？要是下雨先去小妹村等雨。哎呀，我忙没在家，我搁这里躲着雨。行，坐那儿吧。胖娘，你吃啥呢？吃完泡泡糖。今天吃点啥呀？今天吃点什么呢？都吃过了都。我这么大的小卖部，上千种零食，你都吃过了？我才不信呢。唐僧肉吃过，臭干子吃过，无花果吃过，小滑头别拿了，都吃过，都吃过了，都吃过了。闪电爽、一根葱、小鬼、情人梅、肥红雪梅。行了行了，我走了，都吃过了。哎，你等一下，这个你要吃过，我把小卖部送给你。哎，这是啥？哎，这不是这样吃的啊？那这是啥？怎么吃？你们知道吗？你要不动这杯子，能把钱拿走，钱就是你的。那肯定拿不走啊。为什么呀？你肯定把钱和杯子粘一块了嘛。我怎么可能把杯子和钱？你来，再来，开始看怎么拿走。你看好了啊！我看着呢，我这次我都不动，我看你怎么拿走。先拿走20块，再拿走30块，再拿走50块，没了。不可能！哎，再来一次！你要不动这杯子，能把钱拿走？100块钱归你，这根零食也归你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那你换这个杯子，这个杯子能看得清。也行，我这次肯定不会上你当，我肯定不动这个杯子。这次零食也是我的吧？我要是两个肩膀上放一个脑袋，你们说我比他差哪儿了？昨天七号，明天几号？你要答对了，这些全是你的。那答错了呢？答错了，答错了你给我10块。你可要说话算话啊！傻子都知道八号吗？你干嘛？我说你答对了吗？来，掏钱10块。这是我今天晚上的饭钱，如果你拿走了，我就今天晚上没饭吃。答应吧你。哎，今天晚上的饭钱，有了。要小二狗子今晚不饿肚子，除非评论区有人帮他答对了。